以为湿疹不治疗，当心是皮肤癌找上门。我一个老伯伯七八十岁，前臂、肚子、大腿上面都有一些多发性的皮肤病灶，就发现身上的斑块呢都是呈现红色到暗红色，上面有一些屑屑跟厚厚的结痂。我们一看呢，就觉得这个不是单纯的湿疹。切片结果报告一出来，是一个皮肤原位癌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